趁着今天天气非常非常好，小朋友上课五天了，一定很累。我今天就要带他们出去放放电。小朋友知道今天要去哪里玩吗？台中。没错，就是台中啦。今天要带着他们回台中去体验最新、最好玩、最好吃的东西啦。那我们出发吧 ，Go！Esta noche somos tú y yo. Dale rumbo, mami. Con esa gurita dueña del party. Yo sé que tú estás puesta pa' mí. Somos los animales en esta safari. Yeah.我才离开台中将近半年的时间呢，台中真的进步超多的。可惜的是，我今天只有一天的时间，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体验。但没有关系，体验台中美食的时间绝对是有的。还有，除了吃美食之外，今天还要带着小朋友去体验台中最新最好玩的一个新景点。持续看着影片就知道我们要去哪喽，走吧。也就是台中现在最好玩的共荣公园，看一下，哇，这边设施好多哦，怎么跟我想象我家附近的那种单一式的公园不太一样？甚至这边还有一些绿地，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这边不会哭的，可以坐在这边野餐，哇，好丰富的设施哦，我们去试试看吧。Solo es una y es lo que el corazón pide. Esta noche te vienes conmigo pa' que no la olvides.玩的蜂巢式攀爬梯可以训练小朋友肢体协调，有趣又安全。而这中间的攀绳可以训练背力，爬上去就可以从旁边溜下来哦。哇啊，宣传一下啊，我真的不骗你们，真的非常好玩。那我看到这山地超级大的，玩上一天绝对没有问题。不只是这边，台中未来都会朝向这样的方向来做建设。哎，啊，台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太幸福啦？我觉得我应该要搬回来了。哈哈，公园内也有超级干净的沙坑，所以别忘了帮小朋友带玩沙的工具哦。另外，真的不得不说，这蜂巢式设计真的是安全满分。想要体会亲子互动的，也不可以错过这好玩的大小套装哦。来到公园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妈咪我一样，最在意的就是厕所的部分呢？厕所啊，一定要明亮还有干净，这样玩起来也开心许多，是吧？未来共荣公园里面的厕所啊，都会重新再翻新，所针对的点呢，就是针对一些老弱妇女啊，或是身障者更友善哦，让他们使用起来更方便哦。有一个优质好玩的公园，不只能让小朋友玩得开心。它更能满足各个年龄层及行动不便者的休闲需求。有了如此友善、生态永续的公园，是不是很棒呢？小朋友消耗体力完之后，应该也口渴了吧？今天天气超级好的，所以第二站呢，我们来到现在台中最热门的网美景点，也是一个大地标啊，吃茶三千。它是一间饮料店，但它却盖得像餐厅一样，哎，大面积的玻璃落地窗，这拍照起来，要来打卡之前呢，记得去看看 IG 上面大家怎么拍的比较漂亮。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呢？我们先看一下吧。好啦，终于拿到了，我排了将近半个小时。不过排半小时没有关系，因为它里面真的非常好拍照。所以在等待的同时呢，其实我一到三楼就这样拍完了。那我今天点的这一杯是国王珍珠奶茶，其实它的单价都是有点偏高的。先搅一搅，哦，蛮漂亮的。那因为我点的是微糖的部分，所以没有很甜，茶味。比我想象中没有那么浓哎，我以为因为它的那个茶的基底算是还不错，可是没有，但奶味还蛮香的。那我现在来试试看它珍珠，嗯，
很像那个软糖一样。嗯，它的珍珠 OK， 不过以它这样的一个价位的话，哎，我觉得是吃装潢，也蛮不错的啦。大家有机会啊，可以来试试看。那第三站也是蛮有最期待的，藏在我身后市场里面的一个隐藏美食，很传统，超好吃。但我不能跟你们讲太多，因为他们一开店就会被扫光，而且呢，我也不能告诉你他的店名是什么，我怕我下次来买不到啊，我赶紧去买喽。我告诉你这家厉害在哪边，他应该都有听过温体牛吧，他就是温体而来者，重点是还凭靠着老板啊十几年的煮鹅技术啊，所以每一盘啊每一只杀出来之后啊，每个都 juicy juicy。 我知道你们现在听一定没办法感受，所以我吃给你们看啊，有有有有，好好吃哦。嗯，我现在不用配任何东西，它的味道就非常足够，那鹅肉香味就是一直散发出来，当然不是入口即化的口感，它的肉质还是有点 Q 弹的，重点啊你吃进去它那个皮啊 QQ 的感觉，附了很多的胶原蛋白，嗯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好，下一站吧。来到最后一站啦，我告诉你们，能够放在压轴的这个绝对是最好吃的，我不浮夸，在台中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过比它好吃的，因为它的酱料真的是深得我心，等一下你们闻到它的味道你就知道我到底点了什么东西。这香味，哇！我告诉你，我吃遍台中各大夜市的烧烤，大家都知道烧烤的灵魂是什么，就是酱汁啊。我吃过很多，大部分有些酱不是没有入味，要么就是过咸，但大家仔细看，其实是有颗粒感的，所以让这每一道道你随便点它都很香很好吃。而我特别独爱的呢，就是甜不辣。你看这个甜不辣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味道超级香的，它酱汁真的很厉害，它搭配什么我真的觉得没有不好吃的，真的完全没有不好吃，但我最喜欢吃它的这个豆皮，你们等一下听哦，仔细听，我要开始收音哦。有收到音吗？嗯，好好吃哦，真的超好吃。嗯，好啦，今天影片大致上就到这边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介绍给你们的隐藏版美食以及非常好玩的公园哦。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相信大家也不能出国吧，如果不知道到哪边玩的话，妈咪真的真心推荐可以来到台中来玩，其实交通是非常非常方便，而且我个人非常期待今天介绍的共鸣公园呢，都陆陆续续的会完成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加按赞，还有追踪我的 IG。如果想要支持我的，记得也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